听囡仔讲，环游亚洲是由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支持播出。曾经听过的熟悉的亚洲系列童话，这次以台语播出，大家一起来试着听听看，越听越有趣，越听越熟悉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仔日要来讲一个韩国的囡仔故哦。这是一个在韩国通人才的故事，冰宫公主和温达将军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韩国的砖卡有一对打结婚的翁仔母，翁婿每天都很打拼，在山里捕茶，才拿去吃饭。母在翁婿就山捕茶的时候，都会在家里准备好吃的饭菜等翁婿回来。过没多久，母有心啊，两个人真的很欢喜的。翁婿每天更加打拼去山里捕茶，希望可以让有新的水母多吃一些好吃的东西。一天一早就黑阴，天气很坏的。水母对翁婿说，翁婿安怎？今天天气看起来很坏的，所以我感觉一定会口风落雨。这我知道，我感觉你今天就不要上山，不行的。不过人不甘的你母的安怎？我知道今天你的天气看起来很坏的，所以我今天你只要赶紧把茶铺好了，较早落山就好。这我了解。你等我，我回来的时候会买你最爱吃的汤饼给你。不用的啊，人想要吃包仔饼。哦，水母的。哦，翁的。我出门啊，落雨洗你哦。不过太太等不到翁婿回来，一场大雨引起土石流，翁婿就安尼互冲去啦，因为因翁仔某的感情真正足好足好诶，所以太太知影翁婿因为灾难过身的消息了后，逐天伤心，目屎流袂离。哎呦，你莫爱哭哭啊！你搁安尼哭落去，目睭会哭甲歹去耶。不过就算厝边阿婶安尼甲伊哭劝，太太的目睭也是哭较青眉。后来太太将囡仔生落来了后，甲名号做温达，这是翁婿在世就好好的名，希望伊会当温良贤达。温达因为阿母失明，是受到厝边头尾斗三工，才有通渐渐啊大汉。伊自细汉就健康捌代志。不过因为家里散赤，无法度受到好的教育，所以看起来一直拢戆戆。庄内的人嘛替伊号一个外号叫“戆呆温达”。搁较憨的是，大概若有查某囡仔在哭在闹时，查某囡仔的父母拢会讲：“你若搁哭，以后就甲你嫁予戆呆温达。”这个外号鸡仔头巷仔尾是通人知。甚至传去到皇宫。最近敢有发生什么代志？陛下，最近听讲民间有一个趣味的传言。哦，讲来听看卖嘞。听讲查甫囡仔那是吵吵闹闹哭袂停，只要对伊讲要甲你嫁予戆呆温达，就袂阁哭啊。哎呀，这个戆呆温达竟然遐尼啊神奇！陛下。讲到吵吵闹闹哭袂停，冰宫公主平常时就真爱哭，伊欢喜嘛哭，艰苦嘛哭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甲孤城拢无路用。凡世当有这个办法，好，我就来试看卖啦。所以皇帝就伫公主咧哭咧闹的时讲，假使你搁哭，就甲你嫁予戆呆温达。这句话有影是魔幻的，听到这句话，公主真正都无哭啊。所以，逐摆公主在哭、在吵闹的时，皇帝就会讲：“
你哪个考，就甲你嫁予戆呆混蛋。所以爱考的冰宫公主，基本上是听这句话大汉的。时间过了足紧呢，冰宫公主已经大汉，变甲温柔个美丽，买见到会当嫁人的年岁。皇帝开始替公主找对象，希望公主就算是嫁人离开皇宫，也会当过好日子。不过公主却真认真，也真严肃，对皇帝讲：“我，你不是自细汉就爱我嫁给阮达？哎哟，我的宝贝啊，那是你细汉的时阵爱哭又爱闹，所以才讲这句话来甲你吓惊。你哪会当当作是真呢？”无喏，父王，君无戏言，你今嘛哪会当甲我嫁给别人呢？这，你咧胡白讲啥？你若要嫁给温达，是绝对无可能啦！我一直相信温达就是我的翁婿，除了温达，我啥都唔嫁。你哪可以一直安尼坚持？我就当作无你这个查某囝，你随甲我离开皇宫。听完父皇讲的话。哭穷的公主回去到自己的房间，有影开始看行李，又决定将自己自细汉到大汉收藏的珠宝也全部砸走。就这样，公主出发去找温达了。她从来不离开皇宫，也不知道温达到底住在哪里。她就这样一路问一路催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好佳哉天公伯有保庇，公主有影找到温达啦！温达，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你是谁啊？哎呦，你生作遐水着，庄头内底的人拢讲生了真水，唔是鬼就是狐狸精。你这个妖魔，紧走啦！你这个人哪会这么好笑啦？是人是妖，你都分不清楚。不怪大家拢叫你戆呆温达。我是人，我叫做冰宫，我是来嫁你的。后来温达甲冰宫公主有影成亲啊，结婚了后，冰宫公主甲伊为皇宫内底砸出来珠宝卖掉，唔呐改善温达引导的生活，而且公主阁请专门的老师来甲温达读书、写字，也阁有武术。安尼拍拼三年了后，戆呆温达完全改头换面，变作文武双全的人才。嗯诶，安怎？一年一摆拍蜡比赛又搁要到啊！所以你只要得第一，就一定会当互皇帝看到。这我知影。我要向你坦白，其实我是公主，冰宫公主，我是甲父王。你唔免讲，我了解你的苦衷。红诶！哦，无诶！后来，公主也是将一切拢甲温达坦白。温达知影了后，嘛决定一定爱摕到第一，让公主甲皇帝有机会来见面。结果，温达伫咧拍蜡比赛，有影表现了真优秀，得到第一名。皇帝接见伊的时阵，才知影，原来伊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戆呆温达。马威温达遐知影冰宫公主一切平安，过了真好。过过一阵啊，皇帝甲冰宫公主总算搁再见面啦。哇，这个无见面啦！我亲爱的查某囝，你总算来见我。后来，皇帝将温达封作大将军，温达也带领军队立真侪战功，成为正班的大将军。到即马，韩国的中清北道丹阳郡，阁有一个温达观光区哦。结束。苏小妹真正让人料想袂到呢。土酒楼敢真正遐尔恐怖？是，土酒楼真正足恐怖诶。会造成土酒楼的原因有三个：
第一，山坡的坡度较大；第二，地质无稳定，坡石去予风吹甲变作大大细细的石头，还是树啊无够多，无法度靠树根甲土石固定好条，土石就会啪啪松松。第三，突然间落大雨。土石楼听起来虽然很恐怖，不过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。平常时做好水土保持，不要乌白开垦，青菜铺树，也不要把厝起在比较有土石楼的溪流水尾。落大雨的时候不能去山里，雨若落了很大，新闻台会有日报通知大家。水土保持局的网站也都看到提醒资讯。我感觉除了要注意自信，种树也很重要。无唔对，大家一定要爱护大自然，地球就干那一个，咱一定要好好甲保护。好，咱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咯。后摆咱阁会讲更加侪好听的故事哦。安尼咱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